就做的。别瞎说，珍珠奶茶里的珍珠其实是面团。你家面团怎么这样？是真的，我本是平凡的美妆博主。小伙子，我看你骨骼清奇，跟我去大城市出人头地吧。老板，我一定好好干，继续淀粉、加水、加糖，煮熟冷却，成就了我珍珠。老板，看看我的简历，只要9.9。俺们都20-30，就你9.9，便宜货肯定不是好东西。我是好东西，便宜是因为我能吃苦，好养活，随便种种就能丰收。可恶，遇着卷王了。从此，珍珠在甜品界有了一席之地。圆子，你咋刚来5个小时就硬了？你看看咱家珍珠，干了一天了还 QQ 弹弹。珍珠的分子之间结构稳定，弹性好，韧性足，放凉也不变硬。太棒了，工资低，业务能力还强，你就是天选打工人。谢谢老板。过来帮个忙。没问题。里面缺人手。来了来了。本来没有味道，可以搭配各种饮料跨界打工。小珍啊，像你这么没个性的年轻人真是太难得了。虽然后来又有了椰果、红豆、布丁，但珍珠还是大家最爱加的小料。老板，多加珍珠，记得点点小爱心。